身上有连环的。嗨。为什么桥会动？桥会动哦。嗯。还有嘞。下面黑黑的。下面黑黑啊，那下面是什么？看不太清楚。水，黑色的水。不是水啦。我想问一下他。好啊，你问问看财神爷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问他，我们到恐怖的地方了吗？他说没有恐怖啦。他不是说你会怕？他说居然我不会怕的话，他说所以在我心中是不可怕的。哈哈哈我也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什么，就黑黑的一片，嗯，然后看起来脏脏的，嗯，哦，可不可以赶快过去？有点臭。哦，所以味道不好闻就对了。你觉得那是像什么味道？很久没洗澡。哦，都是有一些腐蚀的东西吗？对，坏掉的，臭酸的。腐烂的地方就对了。好，我想赶快过去。好，那你请财神爷快点带你过去。一直在摇那个船，那个桥一直在摇，摇得很厉害哦。那是什么吊桥吗？好像对，就是吊桥，就是那种山里面的吊桥吗？过了，终于过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哪里去了？山。好。我看起来很高。嗯。一定要用爬的吗？你叫他带你用飞的好了。请他跑啊。请他显神通，直接带你往上飞。有吗？在啊。已经到山顶了。还没。你们现在用飞的还是用爬的？用飘的哦，感觉如何？很轻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两位到了。到了，好 ，OK。是到阿宙的地方了吗？还没。还有一个门。还有一个门哦，要进去还有一个门哦。好。前面有一个人。有一个人，一个婆婆吗？不是。男的哦，男的。好，那他是男。财神爷在跟他讲话。好，你听得到他们讲话吗？听不到。他们在角落讲。在什么？角落。角落哦，角落。OK。哦，讲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吗？好。你觉得那个人是什么？是兵将吗？穿着盔甲。哦，是兵将，守门的人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好。因为大家都穿古装啊。好累，我用手的。会累啊，他在灵界，他虽然是坐在这边，可是他其实真的是走哎。你看，又爬山又过桥的。我看到一个人了。婆婆的还是男的？女的。女的，是一个婆婆吗？戴着眼镜。是一个婆婆吗？老的。老的，那你觉得她是谁？是阿宙吗？阿宙呢？你形容一下。那是吗？因为有时候他们我想问会变年轻，还被你笑嘞，看情况。不是啊，他只是路过来的。哦。就是走刚好在里面的人。我刚好有经过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前。到了一个全部都雾的地方，都是雾哦，可以进去了。有一个房子是不是？看到了，看到阿宙了，还是有一个人，看到阿宙了，阿宙吗？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老，感觉才六十几岁，变小变年轻了就对了。过了十岁啊。你问他，他是张玉芝吗？你问他，他是你的阿宙吗？他叫张。他问我是谁啊？他问你是谁啊？你问他，
你问他说你是张，你问他说你是我的阿祖张玉芝吗？他说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你改讲你是伊的孙呐、啊？你是不是叫我今天来找我名？没有，哎，你在留神。你讲你是伊，你讲你是伊的孙吗？你有没？他说是吗？对啊，伊讲国语就台语，台语啦。伊也讲国语，啊，你看用台语讲，他刚刚有台语在讲，他用心电感应啦。你看用台语讲，我听到。是啊，阿祖什么？伊讲有啥物代志要去问伊无？有啦，你若讲，阮妈妈讲肯定无，拢思念伊啦。阿妈，阿妈就思念伊啦。啊。啊！伊啊嘛是，你捌长条龙啊？阿英啊，两个主公拢是，拢是看在用。啊，各位阿兰，你一个一个来。无啦，三公公，阿弟会讲，阿公公。伊讲伊拢知啊，还唔过看无用啊，因咧放屁啦。啊，你来讲阿兰，真好啦，嘛是，真少年。讲伊当然嘛知影，所以咧下骹啊。阿兰，你下骹。你讲伊迄个嘛，退休阿伯，退休阿伯，然后在四层，王石啊，他是王石啊，我听无啦，阿妈你讲较大声。阿兰是听拢一个人，拢无人通看呢，讲起来较普遍。伊讲伊当然嘛有按照来保护，伊讲一家伙啊。哦，阿祖就慈祥的。麻雀师兄，麻雀师兄。阿祖恭喜。阿祖就慈祥的呢，我看起来了。哎，穿啥了？吼。伊有穿衫。啊，穿一件旧啊，是咧短外裤，来再穿一件衫。不过一大包一家人安那。拢是一家人，当然嘛，暗中咧包。讲你若讲迄阿飘啦，阿飘应该叫拢无顾忌，阿飘嘛拢做拢无顾忌。伊讲啥拢无顾忌哦。叫无顾忌。迄个阿飘呀。无事，讲阿飘拢无发生事，全部嘛拢我咧干啦，干啦，拢阿妈咧干啦。你唔讲阿飘，你比较好。伊讲当然嘛好，有人小金做好我。小金做好你。阿妈收伊拢收着。有啦，伊讲拢唔够啊。不够用啊！你那只小兵，我那不错。啊，你问伊伫遮好不？这个所在伊好不？伊讲过甲真好。啊，你讲金，我咪甲你扣，伊讲分要去扣咧扣金，伊讲要甲扣金去来台北，安尼好无？欢迎欢迎。要甲扣金啦，伊讲台下讲啊，若要等柜台做无用钱，啊，讲要来扣金，来扣扣安尼好无？来无？然后你个球，去年我个球，还是在啊？查咧万一啊？万一哦，买叮当。你用个台好烧。你讲买叮当？查咧万一哦？买叮当呀？对啦。无想要叮当。包装嘛，伫遐，两样伫遐。就讲就放咧遐就好，卖叮当。伊爱叮当。哎，爱卖个叮当，你讲要甲刷台北伊卖啦。我用个卡定。啊，你问讲啊，你看到查包装？有啦，伊讲嘛咧北京啊。北京哦，做水就行。无大错。哎啦。哦，啊，伊有讲伊拢无看到，伊拢唔知伊去。无共色。伊讲无共色啦。无共色。色。不同事哦。哦。那个房间的房间。不同事。哦，无共事哦。安尼就出事。啊，伊就伊囝安尼。伊讲，因拢要包围啦，无咧食啦。我拢早拢还袂到会时要管，还拢管这种管控事情。因无吼，无共所在啦。啊，搁一个，搁一个重点是个人财产福报嘛有关系啦。哎呀，福报若无好，你要所在，你个去的所在无共啦。啊，做讲嘿啊。那你讲伊听下。有啊，拢有啊，嘿啊。都有听到、啊，讲因妈唔知因咧做诶，要唔过一直知影啦，伊知影伊有来啦，要唔过无咧食就。啊，拢讲身体啦。啊，你讲阿祖咧身体，你身体就好。啊，你估计你安尼食，咩囝你较开心。讲拢有咧保庇，要唔过伊讲
伊虽然有咧保庇，啊，不过恁家己嘛是要注意家己的健康。哦，在线也可以哇。啊，在线呀。那出国去了。财神也不见了。你们去找我吗？你为什么财神也要离开了吗？伊讲遮无的代志啊。吼。伊讲，啊，他说让我们慢慢聊，豆豆啊讲啦，和阮豆豆聊啊。好，啊，财神也要搁去无用啊，对啊。做工，哎，叫伊保庇伊啦。